今天6月18日，台南市巴克里纪念公园有一巢凤头苍蝇育雏。我到达时已经下午3:20。正巧小家伙站在巢上，赶紧拍了一下。结果很快的，他就躲进巢里去了。这时候才注意到，原来青鸟是趴在巢中，它没有动作，你根本看不出来。这个巢位能拍的角度很小，自然拍的人不多。雏鸟躲进去以后，青鸟也不动，实在有点乏味。没办法，等待是我们拍鸟人的天职。这个时候我的处理方式是就让机器一直录，我另外拍景去。等我回来时，鸟友告诉我青鸟飞走了，没问题，反正我的机器一直在录。接着又是一阵的等待，青鸟外出觅食时间很长。前几天我拍黑翅鸢公鸟外出觅食，让我足足等了1小时18分。今天的凤头苍蝇觅食的时间不到1小时，但是它无声无息地回来，而且从巢位的对面进来，根本看不到。鸟友说雏鸟都没有抬头，应该是在吃东西。好不容易雏鸟再度现身，显得精神奕奕，毛茸茸的小家伙真是可爱。雏鸟转过身去，有部分背上的羽毛已经替换了。雏鸟下去以后，偶尔露个眼，偶尔探个头，在那么高的巢位上实在看不清楚。雏鸟在进食了，虽然蛰很大，但那个动作很清楚，就是在进食。雏鸟走向左边，探出了头。到现在为止，只看到一只雏鸟。哇，现在可以看到2个鸟头了。结果，下方像鸟头的是它的翅膀。哎呀，真是糗大了。哇，第二只雏鸟有动静了。小鸟每探一次头，树下就一阵骚动。
两只雏鸟终于同时现身。青鸟也现身了，这真是难得的一刻。现在已经下午6点多了，终于有所斩获，圆满了今天的拍摄。你敢有翕到伊饲着？无，啊，每伊咧饲翕袂怎会着呢？拢伫迄边呢，哎，太悬，伊个太阳掉，看无。伊咧饲应该都很热啊。对啊。就拍，哎哎，好热个，好热个，好热个。热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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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。啊，好热。对对对对。呜呜呜，啊，咧青鸟叫，雏鸟。快快快感谢您的观赏，欢迎订阅并按下小铃铛，下次再见，谢谢。